段的话要红牌哦，14级就红牌了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，烧吧！大人背叛了我。哎呦，啥？等他交闪我再交 Q， 骗他个闪。要粉钻，等我打完这把问我要啊。差点钱，都是个近战兵吧。OK， 差不多可以走。虫子撞二，一千把大虫子吧，一千把。他只是打不过我，我是高手。你懂我的意思？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，不要有侥幸心理。我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哟，没抓到他。把他线给他卡住。要时刻留心背后。大海没有心，但我有。你这样没蓝的呀，那你怎么清线呀？当心炸药桶，渣子，把他们吊在杀手马。直接闪现打他，他是没闪的。再 A 一下 Q， 直接送走。神装呢？我已无敌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现在虎牙都整很多广告的，现在虎牙。我也接了一个那个我要修仙手游，挂到11号就没了。今年很多东西都不好做，广告都接不到了。我像不像本子？我的走位，说实话，我的本子像不像走？不是，我的走位像不像本子？哎，枪决，他一会儿会不会发所有人说我开了？请坐。
段就要来临了。我想搞个鞋子，是小孩子，但这不是炮车线，回城时机是最好。那边打起来算了，我这不支援，我现在走过去也太晚，而且还死了一个。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谢谢来寻他送的粽子，谢谢谢谢。什么是圣杯广告？哦，就是那种杯子吗？那没事的，打扰了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那他有点法强度，直接这也太简单了吧，两发 Q 线就没了。盐分和海水中出生，319差一滴血升级就可以扎得死。前人有份，把他们扔给鲨鱼。渣子，他这个琴线太爽了，给他拿了个人头，我好痛苦。脏东西，326328差两点血。发 Q 小兵全没，打个毛啊！回家买把三项给他上上压力吧，要不先把这部线牵了回家。到前面有个蓝 buff， 不然他早没蓝。我平时都不用，我平时是手艺人，我这人比较传统。蚊香我也不要电子的，杯子的话我比较传统，我只当手艺人，可能思想没有这么开放。兄弟们，你们呢？侥幸心理，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好快的琴线，操！把残忍带给所有人，防轰炸。人人有份，大海的人们根本不慌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这就是主播的 power， 觉得主播 power 厉害的话，给主播点个订阅，非常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背叛就是
这人玩的心态要崩了，总感觉能杀我，但每一次就差那么一点。谢谢兄弟们的订阅 ，Thank you。你以为我抬两层回家是吧？老子给你抬光了，搞笑呢。可以先出移速装备，我们可以先买这个2700，2700剩400，这个装备差不多翻了。返一百六，然后等点钱再买个暴困斗篷就可以了。这样我得买麦多兰，我才能买收集者。队友这边我就管不了他。我开个抽号吧，我开个抽号。刚刚那个抽号他要折现，我重新抽一个，打号梁国忠啊，兄弟们。得不到的东西，统统上我的账。更多火药，脏东西，人人有份，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要时刻留心背后。就等他先交闪，我再开他。我知道他有闪。拆完吧，这个东西拆得很快的，穿甲百分比护甲穿透，拆塔都是有用的，因为塔是有护甲。死亡的潮汐，我的归来。丢你了吗？加点奥的人不妙 ，AP 加点奥，这不有点太贪线了。好，去把中路塔拆掉，我拆得很快。你在干什么？打死你行吗？他不走我就给他宰。真以为我不敢杀你是吧？大虫子在下面，往河道下面一点放好了，就炸了一波。
Double kill. Shut down. 阿虫回家了，爽到极点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哎呦，不中 Q 就好，走位不行，操！屌毛只敢玩偷袭，敢不敢直视我？主播开了个超三连帅，还有五分钟左右啊！如果有想要参与的话，记得点那个三连是一个小流量可以参与，刚好还能办一个牌子，非常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，我想拉开，我炸完那个桶子，我想拉开，再用一个发瓶的二连桶给他杀了，但是他的 Q 好了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啊，你炸到就算了，都要有侥幸心。你冲了，那我开大了啊，先把家里奥给做掉，可惜不是我的人头。好吧，三百蚊甘甘当当。等待一首有缘人，我迅台会来的，我已经感觉到了，我听到脚步声了，这脚步声很沉重，应该是个大虫子。又一个，你们听到了吗？不要相信比尔和沃特，你他喵的，人人有份。小闪，我都没桶子了，你交个毛闪。渣子，我的仇恨这么心虚。要出蓝盾，大招先留一下，别急，这大不能先给。你不知道我在这里吗？这边应该是有他们演的吧，假装去打，要回头蹲，让队友打，我们来蹲，这个地方可以卡一个视野。哎，没暴击，暴击他死了。哎，你们打呀，跟着我干什么呀？我不能被他吃龙啊，把大用掉了，看一下瞎子。哎，要不不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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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客店闪现，这边风水好一点，
高度骑士。大龙没那么好打，我的建议是这波我带下路摇摇队友去搞大龙，对面不来三个人是打不过我的，最少得来三个，搞不好还要被我反杀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，渣子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你这下路龙不要了，那么怕的吗？抓我，快来抓我，不要去大龙啊，快来抓我呀。对，可以先退一下，别急，大虫子可能交踢了。哎，这 fucking 对，为什么还得一发 Q 秒啊？他不出肉装了吗？怪。那我可不管你了，还咬我是吧？完了，快打我一下！还好不是被单杀，吓死我！大龙是我们。有必要跟队友解释一下。不想杀你的，这下子应该会去反击。你咋能这么装呢？哟，有点痛啊！刚才。我回家买个超屌的装备。干嘛？别搞我，我会打死你。手码头上，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
把他们盾给破一下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潜入成功，兄弟。你他妈不爆，操！我寻死人了，一大破两盾。好死！